吴钊燮是典型的台独分裂分子，他四处窜访的真实目的是鼓吹台独分裂主张，制造一中一台假象，离间破坏中国同建交国关系。中方对有关国家纵容台独分裂分子表示坚决反对，要求有关国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，不为台独分裂活动提供平台。我们也正告台湾当局，企图挟洋自重搞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。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，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。